陈其宽河山。英国艺术评论家苏利文曾赞誉陈其宽为最具创造性之中国画家，同时他更是享誉国际的建筑大师。陈其宽曾任东海大学建筑系系主任，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是他和建筑大师贝聿铭所设计，此作受到世界建筑界的重视。陈其宽是少数隐析论中的成功例子之一。他以建筑师的美学视野，融合抽象观念，表现中国传统水墨，并赋予全新的风貌。从他画中多视点所演变出的画作，具有时空的二重性，延续中国画自汉唐以来的时空传统。